五秒钟他就弹开，然后就是要我要追着他跑这样。但是小 baby 就是无敌没有办法。所以会想要接录影的工作吗？我最近有就同事都一直说，你小孩都快要两岁了，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回来工作啊？那带孩子真的给我很多的乐趣，可是我还是有在做我喜欢做的事，所以我只是想说，我做这个主持工作也很长时间，其实我有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题材。那我现在是希望，如果有新的题材，我没有做过的类型的节目，我就会有更有动力想要尝试。所以我也没有排除说一定做一定不做，就是看题目，然后看类型。很累的那种妈妈去哪儿的那种，还要带什么？还要带孩子的是，我没有特别，我觉得只要我没做过的，我都还会蛮有兴趣的。